大家好，我是敖瑞鹏，在花轿喜事中饰演齐天磊。打开优酷国际版 APP 或优酷点 TV， 点击右下角 CC 可以切换字幕和配音哦。谢谢你们的喜欢。今天杜甫和咱们李甫同时送亲家的。哎呀，错了错了，怎么办呀？你们那边是真刀真枪清心剁，我们这边是暗流涌动诡计多端。这骑虎岭的人早已变身豺狼，杀心死心。我想让你活着，跟碧燕姐姐换回，把你还给她。武馆馆主的女儿果然大度，就那么舍得把我拱手相让。这世间男女情爱，最是琢磨不透，都是上天注定。反正我跟你打赌，碧燕姐姐是不会开上原不去的。那若是我赢了，我就要